都没爱错，哭什么呀？啊，你也没爱错，初恋的时候爱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，就女神一样的人是吧？女生也没什么错的嘛，爱就是应该有空间的嘛，对吧？所以爱其实没有对错，爱唯一的标准是爱情当中的两个人都愿意接受，一旦不愿意接受了，这事儿就出问题了。所以我相信你也挺痛苦的吧，小子？放手吧。 算一段虐恋嘛，一个女生没有那么爱一个男生，结果偏偏那个男生爱的是死去活来，来请关门。女生觉得没有空间，很窒息。其实说白了，可能她压根就没有爱过这个男生，因为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对这个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。哎呦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 听了这些导师的话，然后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放手吧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我爱他那样爱我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爱情是不等价的，所以我最后没有走上舞台，也是因为让他放得轻松一些，而且也让我走得有尊严一些。哎，看着其实心里挺难受的，咱好好的爱一段吧，那就爱一个该爱的人。